你讲，迄、那个场面哦，有够闹热，有够大个啦。你知影无？有真侪大头家甲我做伙做咧。哈？啊，大头家也来做保全哦？哦，真无简单呢。嘿啊，实在是真无简单呢。啊吼，我跟你讲，我穿这条制服在指挥交通的时阵哦，竟然有人误会我是交通警察啦。啊，本来要弄红灯的哦，看到我才惊一下，所以唔敢弄啊。我想讲哦，我会用个帮助人哦，遵守交通哦，真光荣的。哦，你穿这条制服哦，真威严哦。唔是威严，是庄严。哦，庄严啦。哎，还有啊。那个何专哦，竟然阁有公费学生呢？啊，不是公立学校才有公费。啊，这私立嘛有哦。嘿啊，想袂到吼。我想袂到。我就是想到这吼，我才感觉哦，这个团体哦，实在是一级棒，无话讲。还阁有啊，师傅去病院是要救人，但是哦，爱病院哦，去伫花莲哦，算是较偏僻的所在啦。啊，若要甲人才留掉哦，真无简单，所以伊才想讲哦，家己哦起一个护专哦，培养人才，互家境较歹哦，会用有机会用公费读册。啊，以后毕业哦，继续留咧病院服务，一兼二顾，有够赞诶！有影哦，真无简单诶。啊对啊，我今仔嘛决定哦，要甲秀珠哦来去看艰苦啦。啊，敢着做假呢？当然有啊。诶，秀珠做甲遐尼济呢，我爱甲伊好好学习，有好无歹。好啦好啦，啊你若要去就去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一件代志吼，啊咱来先处理哦。啥代志？啊，着明学的婚书啊，爱今仔敲电话转来吼，甲我讲伊甲苏云参详好啊，啊讲找一天吼，咱来台北，啊去苏云当吼讲亲情啦。好哦，嘿、欸，好事好事，哼，啊，就看明学，看要约多一天啊，啊，咱才来去台北提亲。嗯。哦，一件一件好事吼，安尼一直来，哼，真欢喜。嗯，来吃饱。哦。今仔吃几工哦，腰酸背疼。哦。我要来写婚书哦，要来困啊。好啦好啦。火车行到伊都阿妈伊都丢，哎呦花莲去，花莲住这伊都丢丢，东阿伊都阿妈伊都丢啊伊都做好事哦，欢喜就好了。